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13号中昼进行新旧任书记长的交接，包括市长黄伟泰、议长郭信良拢到场致意。新任的书记长由蔡耀辉来接任，由着国民党台南市东部主委林进旺颁发新任的聘书。市长甲议长表示，希望新的党团会用创作新局，毋忘未来朝野携手，做伙共同为台南来努力打拼。过去四年来，在郭议长的领导下，以及在我们朝野党团大家各位议员先进的努力下，那很多预算虽然有些波折，虽然有些讨论，但最后都能够顺利通过，来感谢公家的力，谢谢，那也谢谢各位，也祝福我们新任的国民党的党团啊，各位议员先进。大家能够朝野携手，共同为台南市进步的努力。在这未来的四年，我相信国民党也会秉照以往这几年对市民的照顾以及对市民所争取的福利建设和整个提案，会更加的用心努力。那我也希望呢，未来的朝野的协商呢，能够奠定在第一监督市政府的原则不变。第二，造福人民的关心不变；第三，整个政党的和谐不变的三不变原则之下，共同创造新局，制造整个创造所有台湾市民的福利与见证。李新杰里面书记长蔡耀辉也表示，上大的希望就是会用历史来留名，副议长连任，这是主委跟党团上大的愿望。我感觉我这届最大的功能。是希望会当历史留名，以正确的选举，会当党团成员共同努力之下，我的文准，我的副议长会当连任嘛吼，这是我想注意交党团各位成员最大的愿望。会长同时嘛颁发两位副书记长林彦祥加彭一峰的聘书，而党团的发言人，这是由王家珍、蔡淑辉加蔡宗豪来接任。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